兄弟们，大家午安，欢迎各位在端午节连续三的热追光临海南棒球场。今天的天气相当的炎热，在这里提醒大家，别忘了随时补充水分，照顾好自己的健康。平常可以为在等你后方还有饮食摊位，欢迎陈医师往平壤选购，为自己补充满满的能量，再来欣赏精彩的比赛。目前在第二名的对方悍将，本季对战第一名的蓝队湖人队，第四年冬至冬季都能够维持至少50以上的回城优势。如果对战湖人队，对方悍将胜少败多，两队目前交手18次，湖人队取得了10胜8败的对战优势。今天两军再战，对方推出了一军初登版的美国直投手高林杰来扛起先发重任。高林杰这位左投手身高196公分，现年29岁。根据资料，他今年在二军共累积。